哎呦，呦，喂！你今天吃全家吗 ？Seven 其实比较好吃哎。为什么要吃全家？请问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吃什么。我叫伟霆，16岁，刚跟前女友分手，很难过。靠呗。我们今天主要是拍伟霆哈，我们今天来看看伟霆能带给我们什么动作。伟霆现在要挑战他这个叫做应该算是两个 C。前面一个4阶，然后后面一个5阶，然后这个中间的那个距离会蛮近的，所以你跳下来的时候，你又要准备再做下一个动作，所以 ，Let's go。好爽哦！OK 可以可以，行吧，来来。不会，哇，干，那超高的，加油！你看那个。没合照。家跟我回家。谁跟你回家？没有啦。谁跟你回家？没有啦。你刚分手？没有啦。我要转移注意力啊。你这样有没有解掉？有一点。绕过他做一个，那你跟他讲啊。怎样？他说我是外星人。真的？他说我是外星。为什么？刚为什么？哭啊！我以为他换点了。没关系，有卡一个他就知道了。当你很刚扣的时候，刚扣咖，蛮适合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分手了。一个月了，我还想。所以你就敢扣。哎呀，一个月我还想他，昨天在 Overlord 我还哭哎。哭他小、啊。唱没有啊？振作一点。唱歌唱啊！一开始唱歌很开心啊，唱到后面就。振作一点。唱到后面就。振作一点，人生还有更多好的事情。我们刚刚帮伟霆拍完那个，Big C 吧。我们刚刚也收到照片，那照片也是还不错。然后他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最喜欢吃全家。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他刚刚挑战那个大落差的那个感想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刚刚挑战那个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感觉变年轻了。靠腰，你现在几岁？16岁。你现在16岁，怎么感觉变年轻了？变更年轻了。你以前是几岁的时候挑战？14岁。哦，所以你在2年前就挑战过。对，可是那时候跳很丑。那时候跳的比较丑，对不对？那时候碰地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哪个 SPA？ 斜杆。哪里？对面的公园啊，学校，旗山哎，旗山国小，旗山国小，对，走啊，带我们去。OK。有轮子的东西都不能进去哈、哦，看一下公告哈、哦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。其实还被限制，对吧？我们这寒假来也是，只能来看呢、啊，对、啊、不能卡了。那如果遥控汽车有轮子也不能？呵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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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边有轮子啊。来，我们现在主要是里面那个斜杆，我们想说要拍里面那个斜杆，但是目前现在学校警卫说不能滑，他说有轮子的东西就不能在学校滑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我带伟霆去，我在这附近有勘察一些 SPA， 后面有几个 SPA 可以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，然后大家去看他能不能做。好、，Let's go。怎么样？现在这个 SPA 很帅啊，超帅的。这个地形偏坦。画大西。
会卡住，它会卡住。那你速度，你速度上来都挺住的。好痛啊！哇！哇！你看我大落差都还没有震到嘞，就有这个他妈的。哇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赞的，赞的，稳的吗？稳的。OK。Yeah。好，那我们怎么？我们走吧，我们去找女生吧。好啊，走。我们现在差不多要走，因为这边晚上没有太暗了，没有办法拍什么，所以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。然后不要忘记 follow 伟霆 IG， 不要忘记 follow Instagram、Facebook IG， 替他。我们下个影片见。Let's go。